可可喝水，解了渴，谢谢哥哥给水喝。作为妈妈的蔡小芬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，因为我觉得，两个孩子带给我的全是快乐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香蕉。香蕉啊，香蕉不要了，家里面有没有啊？好吧，好吧，要吧，要吧，要吧，家里面好像没有。妹妹。姐姐在干嘛？姐姐在学校。她叫张杏儿，她是比较活泼的，那种活泼了会有一点想打她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她太可爱了，你很想去摸她，还有就是弄她，很忍不住就想跟她玩。这么多水果，你有没有买给姐姐啊？我想给姐姐，姐姐很想要 banana。姐姐喜欢吃香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也有一个大的女儿是张翠儿，她现在呢就是6岁多，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会照顾人啊，还有就是很黏我跟爸爸，她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小棉袄。好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屁股很大，你进去吧。你嘴巴干嘛？我看这里。Hello， 密码呢？ Hello， 如果我带一个了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然后姐姐呢，也没有尝试过，妹妹尝试的东西。这个节目我看过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学会一些独立，可能很多意外可以让我发现他们的不一样。累的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说普通话啊！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，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？Excited。普通话 ，OK。明天我们会见到很多小朋友的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又是开心。喂，我说了普通话哈，我们见到那么多小朋友，你们会送什么给他们？可不可以唱一首歌？你有什么歌？你唱来听听。Lord,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. Lord,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. I'm the cross, you the great,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. Lord,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. 你走音啊？有没有一些实际上的东西？ Okay. 你身上的那些东西送给他们行不行 ？No. 拿走。我们做一样东西给他们好不好？我想咸蛋糕。我们不如弄一个像蛋糕一样弄的东西好不好？饼干。对，那就好。我们就弄饼干好不好？弄什么味道给他们？你干嘛？巧克力。好吧，然后我们就去弄饼干吧，好不好？Lemonade。我们要一个小棒。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？打开，谁帮我打开？我。来，放进去就好了。400，哇，400有很多。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啊！哎，别吵，别吵，人家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，哎。好，妹妹，你帮我下。那找我，你找我，你走了。他走去哪儿啊？好，到姐姐了。嘿，再加下去，行不行啊？连牛油你都要偷吃，难怪你是肥妹啊。喂，那你这样子不对了，你的你手全都是你的口水。姐姐告诉我120 ，OK， 到50到你，你看着50。50就到你了，够了！哎，这这这，到你！哎，这这这，啊啊，这个下下下下下下，啊、好了好了，现在到我了，你们已经下过了，妈妈都没下过。现在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们玩，来，来，我们先弄一度比较小一点的，哎，不用不用碰的，你就这样子，对了，哇，哎呦！哎呦，
好，豆姐姐了。那些白色的我们要把它搅匀，对了，搅匀，然后那些牛油还没有搅哦。好好玩，差不多了，是厉害，你看好了，现在帮谁帮我可以 hold 住它，我你先，姐姐先拿住这里，先拿住这里哈，别放在地上啊，坐下啊，我先把那个挂出来。我都想了。等一下给你弄好不好，妹妹？对了，乖乖别动。来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五十了，到姐姐。OK。好好停哦，好了，到妈妈。妈妈帮你。我都想干嘛呢？等一下，低一点，不要走出来，往低往低就走，对。下进去，对了，到姐姐了，对了，哇，很有经验的感觉啊，哈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来，我们再录一个。我有，要慢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好啦，哇，成功啦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啦就弄那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啦。啊，就行。哇，这个好玩呢，你放手。我都想抠。我也想，我从来没试过，你别说我，你呀、啊，为什么这么丑的呢？咦，这个好玩的。我伤心呢。等一下，看住妈妈一次好不好？扣一，瘦一，看住妈妈一次，来，试，看住妈妈一次了。哇。那这个是玫瑰花。这个太丑了，就用这个。好，来弄。来，妈妈弄一个给姐姐。好啦，做完啦。对着镜头说，你们有没有用心？说真的，并没有，你们一直在吃。我们很用心的。好了，这里很烫的，所以你们站在这里别动。圈一圈，送他进去咯，拜拜。晚点见哦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呢会给三个小孩那个饼干的，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它，我们要放在那些盒子里面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选三个小盒子送给他们。一斤。好了，那这几个就不要了。现在我们选，你选写在卡里面，还是写在那些纸里面？卡。好像三个都是男孩耶，哎，只有你们两个女孩耶。好吧，弄吧。是吧？好。妹妹，你画那个是谁呀？Chloe。 是 Chloe 啊，是包子啊。对，你们爱画什么就画什么吧。你都是谁的狗？我也要谁啊。 Yes。 那个，好吧，可爱的美男子，我画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好不好？那个是妹妹吧。妹妹的头发好像有点奇怪。汤圆，包子，妈妈叫什么？汤包吗？哇！谢谢。你知道你自己那个是哪一个？是不是这个？这一坨，这一坨，你用心去弄，不要随便放进去。你这样子了，人家打开了就会觉得不好看，就不喜欢了。你看一下，如果你放的位置又不对了，它就放进去的时候就会压扁了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这个还可以放，你要放哪一个？慢点哈，慢点，妹妹慢点，一个慢一点，它才不会碎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，好了 ，Yes， very good。姐姐啊，这个，妹妹帮忙，来。要拼出来嘛，你又不是不会。
嘿嘿嘿嘿，一个一个，你看着镜头说说什么？大功告成，大功告成。你把衣服放在这里。看这个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小公主。好，还有什么要收集啊？我你们的衣服都有了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玩具要不要带？要。要不要带玩具，妹妹？要。带什么玩具？笨手。你现在这样子能爬上去吗？你走开啊，小心哈。可以啊。好吧，爬吧。这个是你的皮包，皮包也算是一个玩具啊。对啊，妹妹呢？你选好了没有啊？很恐怖啊，这个太大了。不行，这个太大了。好了，现在我问你们，我们要走这么多天，你们最想跟谁说再见啊？你要跟玩具说再见吗？要。跟什么说再见？还有。嗯，好。你跟他说再见吧，他很可怜，五天都没见妈妈了。哎呀呀！你抱他出来。我先这里呀，这里还这里呢。哎呦，他自己走在你的手里耶。好吧，你跟他说拜拜吧。拜拜，好吧，再见哦。你知道我最舍不得的是谁？你觉得妈妈最舍不得的是谁？爸爸。你觉得呢？耶稣。嗯，爸爸还有谁呀、啊？爸爸。爸爸，为什么妈妈最不舍的是爸爸？因为爸爸不可以跟你我们。你会觉得爸爸可怜吗？可怜。哦，那你要想什么跟他说啊？什么？拜拜，爸爸，更话，拜拜，真的很爱你，你真的很爱我。